下午好，今天天气非常好，带我妈出去练一会儿车，还是去年的时候给我妈稍微教会了，已经快一年没开了，这会儿去让她练一会儿，女司机上路。一年都没开，你这儿开白眼了。哦，这刹车油门我都忘了。现在把刹车踩死。我是，为你来刹车啊。哦，你再往左瞧好，没见。等会儿，我再刹车。右脚踩。咋关灯了？我咋忘了？摆过了哦。摆到地头去。妈呀！哎，往下，再往下点。这个。好。哎，这个了。树上松啊。松下去啊。哦。我咋忘了嘞？右脚加油门，慢慢走；右加一点油，慢慢走。右脚加一点油。慢点，我念念阿姨。我忘了咋。没混凝啥，好像知道。我从前里走。嗯。害怕嘞，真的。是啊，年事学会了，今年可好了。没三长脚没走吧？岁数加也有吗？哎，慢点我呀，加油脚轻点，就是你翘个头，慢慢走，没加油的慢慢走，咱小灯打上。咱先等，往下往下绑，往下绑，慢慢，又没彩色，慢慢。妈，今天不行，你帮我加小双去，连差不多了。哦。这过上闲了呢。哇，今儿乱晃呀，人多些。大家在路上碰见女司机一定要注意啊，女司机开车太可怕了。不过今天我妈走的这条路不是正式公路，是一条厂区里修的路，路上练车的也非常多。这会儿经过半个小时的调教，我妈也练得差不多了。妈，嗯，我把你采访了，你今儿开车啥感受？这不叫你教，把人骂死去。你爸才来的给我教。教了不骂你学不会。我别练，请。我慢些，你轻轻了，你这个你这个错越日，把后面练，妈，哎，回家了。啊，我最近这个教练为啥淘汰了？给教车给。